六七八 ，uncle， 快点快扣我钱嘞！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共斗钱是什么感情？好了，那这样吧，那这样扣一半就好了。啊，不要，扣完就没钱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乐团的音乐老师哦，这首歌是《你不给你追梦一追梦一条狗票》，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好可惜》，是我们这个胡琴老师兼 keyboard 老师萧思伟老师来掌声鼓励他作曲的。好，等一下一样哦，他，哎，等一下，那你那个穿洋装的美女，这个我们影响，我们需要一个。协助把那个麦克风移过来一点，不然等一下我们他的裙子会遮到那个胡琴的脸，看不到他的帅脸。OK， 来，下次也挑战一下迷你裙。啊，可能先不要。OK 啊，可以了。OK 啊，好。好，这首歌好可惜。是刘阿昌与打帮你乐团，然后你可以找我们的粉丝团打你的打，帮你的帮，你我他的你，什么代打，我们有机会我们在桃园市客博相关的节目你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谢谢大家，谢谢什么代打，再次用捏起个重伤刚才你刘阿昌打帮你乐团最新的活动资讯呢都可以在我们脸书粉丝专页上面找到哦。好，你今天的发通没差不多都要骗做人结束哦。今天你啦，太敢黑我拿到摸彩券，没有拿到摸彩券，没有参加到我们闯关体验活动，好朋友，平安夜你 QQ 时间十一点钟，只有损十一点钟，早上十一点钟开始，一休的都你现场来，还有一内列丰富的发通准备，不你太是搞。
紫笋鱼呢，怕到不用动。我们现场呢，明天还会有这个摸彩送好礼的活动，在明天晚上的6点，在我们现场来做举行哦。想要 iPhone 10手机吗？想要 Switch 游戏机吗？同个你太家呢，一听会继续给都爱你发通个天草，然后你恐吓给来搞了哦，你当了了。明天再见喽，拜拜。